好，中秋连假秋老虎发威，光复糖厂涌入吃冰消暑的游客民众，凤林分局特别结合了台糖花东区办理试榨 1.5 冰不厌榨预防犯罪闯关的活动，游客民众热情的参加，限量165份象征反榨专线限量的纸仔冰也即刻被参加的民众给秒杀了。哪一种原因超过了优惠打折的便宜？看我买不买的。充当反诈骗关注的刑警以及员警们，对着大批游客民众下战帖，吸引老老少少前来闯关试诈反诈。除了闯关活动，也出动刑警公仔娃娃传授防诈骗撇步，还有女刑警手持大声公，不断放送辨别各种诈骗手法，所到之处立刻吸引游客民众的目光与注意力，与员警们互动学习。为了强化民众对诈骗的识别能力，同时宣导不酒驾与停让行人的交安观念，凤林警分局首次结合台糖华东区处办理这场冰不厌诈预防犯罪宣导闯关活动，提供165份反诈一压冰，大人小孩热情发挥冰不厌诈试诈反诈寓教于乐。加886，或者是加其他的数字。因为这是国际嘛，都是会诈骗的，对，都是会诈骗的电话哦。凤林警分局配合警政署加强宣导网络购物，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资、网络交友、猜猜我是谁电话以及假检警等这六大诈骗手法，提高民众对诈骗的警觉性，同时加强交安观念的建立，共同维护安全的生活环境。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